困难就是我们家没有钱，每天过得很不好。如果今天就想到明天的有没有饭可以吃，台湾那么久了都很幸福，没有一天好日子过。现在又碰到生病，我小孩子还那么小。上去台北回诊，工作又不稳定了，也没办法去工作。我也希望我的病好起来。我看我老公这样子那么辛苦，每天有时候有工作，有时候没工作，打零工。我希望我的病好起来，我去帮忙工作补贴一点家里。